尊敬的张会长，以及今天出席有中国、越南、德国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张会长要我在此地。 共修谈话了，说几句话，时间不长。我要说的，跟诸位介绍金宗修学的榜样。啊，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看到了。 来福寺三圣的勇士集，还有一篇观点啊，有篇观点，我介绍给大家、啊、这里面主要一个人物是海贤老和尚，这个老和尚。 去年往生了，一年前往生的时候一百一十二岁，最难得的一桩事情，让大家非常仰慕的。一百一十二岁的人，他的精神体力，大概像四五十岁的人。 这就令人羡慕了。为什么老而不衰呀、啊？啊，他是怎么修的呢？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，没有读过书，家境非常困难，二十岁。 出家学佛，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”教他一直念下去。师父是了不起的人啊！为什么认识众生的根性呢？这个人呢，老实听话。 真个啊！待人接物真诚、恭敬，心地清净，没有染污，也就是他没有什么妄想，没杂念。这一句佛号就产生我们无法想象的能量。 记住，他成功的秘诀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，啊，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啊，真诚、恭敬、亲近，这别人不能比，啊，所以父师傅教他的，他就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完全接受了。 啊，这一句佛号，二六十种没有间断，念了九十二年，二十岁念起，念到一百一十二岁往生，九十二年，他念到什么样的功夫？这个碟片我看了三十多遍。 我看出来了，我明白了。啊，有这么好的条件，就更新善根福德了。老和尚给他的是因缘呢，善根福德因缘具足，三年功夫成片，肯定得到。啊，功夫成片是什么意思？ 心里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啊，他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问，啊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生活是阿弥陀佛，工作是阿弥陀佛，出世待人接物全是阿弥陀佛，这叫成片。有这样的功夫啊，决定得生净土。 有这样的功夫啊，阿弥陀佛会来跟他见面。啊，他有没有见佛呢？肯定见佛。佛一定会告诉他：“你寿命还有多长？等到你临命终时，我来接你念佛神你就踏地了。”阿弥陀佛来告诉我了：“啊，你也预知时智了，啊，你也不会打妄想了，信心坚定，啊。” 那么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再继续不断的三四年，事一心不乱；再过个三四年，理一心不乱。理心不乱什么境界？就是禅宗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。啊，他有没有得到理心？得到了。 你在光碟上可以能看到，啊，他有神通，啊，这个不是鬼神附体，不是，是他从功夫成片、一心不乱得来的。 啊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们也能做到，但是我们的善根福德比不上他，我们有怀疑，他没有怀疑。啊，师傅怎么教，他就怎么怎么做，对师傅没有丝毫怀疑，对法门没有丝毫怀疑，他成就了。啊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中国净土宗慧远大师，叶山 四次见佛，啊，这历史上记载的海贤老和尚念佛九十二年，我肯定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会少过十次，跟阿弥陀佛是老朋友了。为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，为我们证明阿弥陀佛真有。 念佛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见佛那么多次，有人问他：“你见到阿弥陀佛了？阿弥陀佛跟你说些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去往生。”啊，阿弥陀佛不带我去，说我修的不错，要我住在世间，给世间人表法。 做个好榜样，啊，时候到了，佛一定来接他，让他寿命也延长了，到一百一十二岁。最后的表法是表什么？是表一本书，我这有。 老和尚有人送他的一本书，他问什么名字？他说这本书叫做《若要佛法行，我有生在身》。他一听这个书名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如获至宝啊！为什么呢？大概叫阿弥陀佛跟他讲过了，这本书出现，你就可以往生了。啊，三天之后他就完生了，所以他拿到这部书，穿袍大衣。 要求大家，你们给我照相。正在照相的时候，送书的有四个居士，这四位居士都闻到异香。啊，不知道从哪里，非常香，三四分钟，啊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啊，他闻到了，问他们的有没有闻到，大家通通闻到。 最后表法是阿弥陀佛的愿望，为我们证明了下联句会一本真的。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真的，我们这十几年依照这个经本，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错。老和尚最后完成这个使命，他走了。 他走了之后，留下来的该我们表法了，啊！所以我把这部书介绍给大家，这个光碟，希望大家跟我们这边同学一样，每一天把光碟看三遍，念一万声佛号，啊，大概需要五个小时，啊，光碟是一个小时，啊，一万声佛号是两个小时，啊，嗯。 一年不间断，啊，就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啊，一天看三遍，一年一千遍，一年之后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，你就拿到了。啊，我们也能像老和尚。 自在往生，啊，没有一点痛苦，欲知实知，啊，自在往生。我们对老和尚就对得起他了，我们对得起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来接引老和尚，一定跟在阿弥陀佛身边，你会看到的，你会非常欢喜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。 我就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大家，供养大家，希望大家念佛圆满成功。谢谢。